好，这里是美东电视台，我是你们的主播范范，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是3月20号，纽约天气晴朗，最低温度41度，最高温度52度。接下来为大家播报本周的天气预报：星期二阴转晴，59到38度；到了星期三呢，天气晴朗，39到21度。星期四是持续的天气晴朗，44到30度。那么星期五的话，天气就会转阴了，56到48度。星期六是多云，68到49度。星期天会有小雨，53到52度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周的天气预报情况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。